第四十一题哈，第四十一题他告诉你呢，啊 ，V 啊，电压的波形长这样，电流的波形长这样，啊，程式啊，啊，程式长这样。那他要问你比较相位关系，那我们在比的时候，通通都化成 sin， 啊，通通化成 sin 怎么比呢？化成 sin 的话，我们上次有讲过，其实一个最简单的要写的 ，cos 西塔要变成 sin 西塔的话呢，怎么变呢？你要把那个原本 cos 西塔后面呢，那个西塔你要再加90度才能变成 sin，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公式。这个公式背起来几乎就是等于双引分一样，很简单的。你看，把这个变成 sin， cos 变成 sin 就是这样，把角度加90度，有没有？加90度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就变成60度。那跟 I 来做比较，很显然它 V 比 I 超前30度，对不对？60减30等于30啊，所以 V 超前 I 30度，所以简单选 A。那这里还可以加问你的东西，求你这个电路呢，呈现出来的是电阻性、电感性、电容性哪一种？啊？电感性哦，哦，电感性是些电流走的叮当风拖的行的嘞，大家了解意思吗？哦 ，I 落后啊 ，V 是超前的，那个就是电感性，所以这个可以。补充一个啊，这个属于电感性，可以吗？电感性的电路哈，好，OK。